我跟你说呀，您在我心里可是二叔啊，活菩萨一样供着呢。你就当是让你弄。你不疼啊？我这闺女大了，可怎么办呢？您别操心您闺女了，操心操心您自个儿吧。不过像您这个年龄的男的啊，离了婚，婚恋市场还是挺抢手的。那一堆离了婚的阿姨都抢着要你呢。干什么？有男朋友吗？你不会看上我了吧？别，这事不行啊，大叔，咱俩差着辈儿呢。别误会，别误会。我就是好奇啊！你们学校有没有那个体育老师跟我年龄相当的，然后肌肉男？想想好像还真有。吃不下。那你们真不合适。为什么呀？他们又不缺心眼儿。真庆幸上学的时候没碰上。我也庆幸上学时候没遇着你这样的学生。你说你这贱不拉几的，就是欠揍啊！人不揍你，留着干嘛？留着你评职称啊！那要是考到终点站，还是我一个人？一个人不可怕，可怕的是，啊，哟，怎么了你？想哭啊？没训你？啊，借你肩膀直。别，不借啊，要哭怕毙。不是哪有你这样的，我情侣都来了，都被你弄跑了。咱这样弄不弄就哭，哭什么劲？不借不行。嘿。我呀，我就想要我那俩孩子健健康康、快快乐乐的，其他的我都不敢想。那很容易办到啊，而对父母来说，这是最不容易办到的。我觉着我的爸爸在天上也会跟我说一样的话吧。肯定啊，这孩子在父母的心里边，比这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重要。大伙靠你爸爸肩头了啊！